每到了季节变换或者是换季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有过敏的症状，相当不舒服。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令老师来教大家做一个瑜伽动作，可以帮你抗过敏哦。今天我们要练习的动作为英雄式。首先呢，请你来到自然站姿的地方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让你的右脚脚趾尖指向前方，左脚脚趾尖斜前方45度。弯曲你的右膝盖，让它对齐好你的右脚跟。好，将你的双手上，好，胸口亮出来，视线斜上方，把手臂停留在你的耳朵两旁。好，请你保持大概15秒的时间。结束动作，交换。好，英雄式的动作，我们一天大概练习2到3组，每一边都停留15秒的地方。提醒大家，我们后方的脚要不断的保持延伸哦。这个动作可以扩张我们的胸部与肺部，排除我们身体闷湿的黏液，像是鼻黏液等等。所以每天跟着动一动，可以调整我们的体态，也可以抗过敏哦。